頑張れピカチュウ、加油ピカチュウ。啊，你自己不用加油吗？啊，大家好，我是怪兽大魔，你好。嗨，今天是看动漫看时代，耶、yeah! ！大家应该知道，我很喜欢动漫，很喜欢。然后呢，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是看动漫，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代这个事情。那这个事情是因为我很喜欢看动画，也喜欢漫画。朋友来到我家里的时候就一直聊天那些动漫的事情什么的，然后我们聊到看动漫可以看得出来每一个的时代这件事情。嗨，例如说大家知道北斗の拳还有巨人の星知道吗？嗨，这个动漫呢，这个时代是自己努力的时代，一直努力一直努力，然后输给别人也是在努力，然后成长那样子呢，自己努力的时代。接着ドラゴンボール跳了很多了，ドラゴンボール呢我们怎么看，那个是学历的时代。ドラゴンボール里面一直讲你的战斗力是多少多少，我的战斗力是什么什么多少多少みたいな，对不对？我们跟朋友说、哎、那个刚刚是不是学历有关系，但是呢还是自己努力，行，自己训练自己训练，然后变成很强大的人，还是自己很努力的时代。然后接着是 Pocket Monster、哎、Pocket Monster 非常的有趣，为什么？因为自己不努力战斗的不是自己。行けピカチュウ，頑張れピカチュウ，加油ピカチュウ。啊，你自己不用加油吗？電気ショック，電光石火、ね、受伤的是那些 Pokemon 的时候有可能有那种自己很努力努力不好看的那样子的时代嘛，让别人战斗的，自己在后面，嗯，所以自己努力自己训练然后变成很强，但那种感觉跟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呢。然后接着妖怪ウォッチ，妖怪ウォッチ也是很有趣，麻烦的事情有问题的事情全部都是妖怪的问题，有什么困扰或者是有问题的时候啊，一定这个是妖怪做的。 Pocket Monster 是自己不工作，然后妖怪手表的话责任推给别人っていう责任推给妖怪，所有的问题都是妖怪的问题，这个也很有趣的呢。然后下一个進撃の巨人、ね、進撃的巨人很有趣的呢。这个时候是怎么样的时代？年轻人非常被欺负的时代，现在也是吗？年金的问题，那之前的人叫很少，但是有很多钱，现在的人有可能拿不回来年金，还有派遣，退休金也没有。如果公司越来越不行了，那就啊减掉那些派遣就好，对不对？那进去公司也是上面有很多人，很难上去ですね。但是很多老人说啊，年轻人、不买车子不买房子、不结婚不生小孩，听起来年轻人的问题这样子一直讲一直讲，怎么一直欺负呢？然后呢这个时候变成怎么样？我不要不要，外面的世界已经不要了，好可怕，外面的世界好可怕，不工作就好，不出去就好，好可怕，这样子就做了一个墙壁了呢。墙壁外一定有很棒的世界，然后出去外面，然后 BRAM 一个，但是土葱里面的人也有变成巨人みたいな，你也是吗？啊，但是现在的内容越来越不一样。最后僕のヒーローアカデミア、ヒーローアカ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世界上的 80% 的人都有一个个性，然后那个能力，然后能力那个强的人是变成 hero， 但是有人是用那个个性来做了很不好的事情，那变成 villain 了呢？啊嘞，大家就变成用个性来战斗，有特色的话用那个特色来战斗，这样子。当然有那个个性，但是很努力的磨练自己哦。而且那个世界没有个性的人被取笑，你没有个性，那很有趣，所以有个性是非常的强，
那个时代，哎，有，自己的个性，自己的特色拿出来，然后那个变成自己的能力，哦，是什么呢？怎么样的时代呢？一个人的个性，然后很努力的磨练那个个性，有特色。YouTube， 是不是？我觉得呢，这个想到的时候，哦，那个世界是有个性的人非常强，然后磨练就，Hero Academia 是大家都会的事情，例如说学习什么的，焦点没有在那边的，故事中出现也是一点点而已，所以那个不是重点，价值是蛮能领かな，然后。嗨，这样子看的时候，是不是动漫很有趣？no， 但是这一些话都是我们在喝酒，或者是朋友来到我家，然后一直喝酒聊天，乱讲的。当然不是所有的动漫符合这一些，很有趣吧？嗨，所以看动漫看得出来。那个时代的样子，嗨，如果大家想到什么的话，请大家写给我留言吧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请大家多多订阅，关注 YouTube， 请按赞，然后分享。我有 Facebook 的粉丝团，也有 Instagram， 请大家多多追踪一下。那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